王义成。首先提到资本国家森林游乐区，资本森林游乐区位于台东县边南峡谷卷村，以鸟类资源为最丰富。我是主播陈博佑，植物和原生植跟小花为主，园内还是有好汉多森林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吴娜。资本森林游乐区的第一景为横跨资本溪上的观景吊桥，桥长80公尺，桥身漆红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吴娜，接下来为你报道一周气象。新周六出太阳，隔天会下雨，晚上比白天冷，星期二最冷。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，谢谢您的收看。